人传言讲故事，台中客家故事馆开始了。嗨，大家好，哇，今天是天传言，各位五官袅袅，哎，同安普天，哎，今天是天传日，也是我们台中客家故事馆的正式开幕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故事馆的外头讲故，故事馆本身嘛就故事，这个故事是太极家家故事，那是哦，来台中西军府哈，客家事务委员会啊，来做了个客家故事馆特别就意义哈，对啊，一开始那是我们请那个人设想国小个建国队。来同安啊，来庆祝我们的开幕典礼，欢迎我们的石城国小战鼓队来。这是刘文正会长所带领的石城国小战鼓队。掌声谢谢我们石城国小的战鼓队。好，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哈刘本杰兔牛狗。哎，天传音现在哎闹家家，好，哎来过年听闻印尼讲的特别哦，啊，尤其我们客家人对这个天传日哈，有做没做？你想选啊？哎，这边来看台语中阿弟，要到天传过，哎，有做没做？你想选啊？哎，中华廖天强，哇，我们的委员真的很厉害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的贵宾。首先介绍我们代表台中市长哈，我们台中市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江俊荣主委。啊，也是我们大家的主办，今天大会的主办哈。然后呢，我们蔡成圭议员的车助哈，王主任。阮宁圈议员的副主任阮龙峰副主任，啊，对不起哈，这个真的是眼睛要花花的。我们的东势区区长翁培珍翁区长，哇，今天呢，啊，非常的热闹。那首先，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大会的主办人，我们的江俊荣主委来跟大家来勉励致辞。今天很感谢大家哈，寒流风这个风大雨大，这么冷的天气，暖到东西参加我们这个台中客家故事馆的开馆启用典礼，我真的深深的一鞠躬，先谢谢大家哈，感谢。啊，爱心意哈，非常的这个让人觉得感动。大家都为了东势的好，东势的发展，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日式建筑可以活化，在这个再造重生，是我们地方上大家很殷殷期盼的事情。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客委会也不负大家的期待，终于在今年的1月1号，从元旦开始，我们就开馆，啊，让市民来参观。那今天特别选在天川日，将捏捏戏。来判明这个启用典礼什么意义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天宇宙洪荒的年代，那个水神跟火神打得不可开交，把地球搞得这个啊很这个很混乱。
那天地都裂了，对不对哈？所以呢，光有哈，我们的女娲娘娘呢，就炼这个五色石来补天呐、啊，啊，那现在呢，大地呢也是受到很大的摧残，所以我们更需要这个环保，更需要利用天穿日的精神来让大地休养生息，啊，让大家可以呢在重视这个环境的保护，所以特别选在天穿日。来作为我们这个馆的开馆的一个馆庆日，未来我们就用天穿日在这个地方每年来办庆祝的活动啊。那讲到这个天穿，今天也准备了很有特色的点心，等一下晚一点哈、啊，我们有准备那个素食的响盐汤圆哈、啊，糯米做的，也有我们在地的客家美食，我们做三狗盐。跟一般的水晶饺不一样哦，东式的这个赏狗眼你吃吃看，特别的 Q 弹，而且我们这次是说用五色的哈、哦，用这个象征五行五色的健康这个三角圆来招待大家哈、哦，那表示说今天这个天穿日我们也响应哈、哦，特别介绍张桂英老师，他从大毛埔来，张桂英老师、哦、这一次的新丁板节大家吃了都很称赞的这个新丁板啊。我们这个张桂英老师跟他的夫人呢，贡献不少哦。大家都说这个哪里可以买哦？原来就是要问我们的张老师哈、哦。啊，我们今天开馆之后呢，目前正在三个馆里面有展示这个年画展，还有这个第二栋，就是后面这一栋呢，有这个数位的故事馆的展示。我们介绍我们台中的客家故事，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开垦的张达金啊，达金公的故事，还有呢，我们东势有个高阶犁支付，我们叫张荣生啊、哦，张荣生的故事也用数位哈、哦、那个动画 3D 的把它呈现。那还有天地神明哈、哦，包括我们的三山国王、我们的巧圣先师等等，这些我们地方的信仰的这个宗教文化，还有我们的在地的历史，希望全国的民众。假日啊、哦，那么有这个平常除了礼拜一休馆之外呢，大家有空就来我们东势走一走。现在除了东势客家文化园区，我们还有再远一点旧东宫的乐活园区啊啊，还有鲤鱼博宫等等这些宫庙的景点，那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日式建筑来看我们的故事馆，看我们的特展。啊、希望未来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发展，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教育历史文化的见证，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们教育界的长官我们的前辈前来莅临观礼，非常谢谢大家那在这里我已经代表市政府代表卢市长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大家在天穿日过后呢满满的能量继续为我们的台湾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所爱的台中继续来加油来打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老大太大，谢谢谢谢我们主委给我们的勉励，这个是不是来祝我们邀请一下好贵宾我们请这个翁区长来好欢迎大家好跟大家讲几句话，来我们东势区的大家长翁区长太大走完太大后哈东势客庄哦，我觉得客家其实它充满非常多的故事哦。那今天客家故事馆的成立哦，哎，事实上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觉得，其实它有前人留给我们很多故事，哎，事实上，哎，客家故事馆的开始只是我们的开端。我想邀请大家一起为我们东势继续谱我们美好的故事。今天有点冷，记得要穿暖一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得到太高，谢谢。来，掌声来来举手哈。好，谢谢。我们继续创造更好的故事，在台中，在东势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我们下一个活动哈，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正式的开幕的仪式。响应仪式，天穿日，台中东势好消息，特别感谢编故事。客家文化永流传，来，我们准备，请听图，我们请主委第一位。哇，主委正式的摆出有故事的板块。第二位，好，我们请我们的区长。第三位，我们请我们的立委特助吴特助。第七位，请我们的马处长。哇，完全
常正确。来，掌声鼓励。来，我们现场的在前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贵宾啊，一起到前面来。我们这边还有手牌。好，来，李正大。哦，我们的委员们到前面来，一起上来，对，一起上来合影。